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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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4年9月6日啊，好应景啦、啊，啊呢、这个系一连串嘅，即系赖清德终于将呢、这个我哋成日讲嘅啊就抬咗上嚟啦，经常讲咩台湾啊十段线一点也不能少，喂你北边嗰度啊，即系江泽民当日签完嗰度咧，你问普京攞翻、啊、要系嘛？事件就十分讽刺啊，啊而普京亦都出手。我哋先嚟睇下事件嘅前因。首先啊，话说喺《求是》杂志入面呢，习近平啊，即係啲人成日话佢有咩有咩啦吓，咁但係最近呢就出咗篇文章讲爱国心嘅。文章嘅内容主要就係啦啊，培养德智体美劳。以前我哋话德智体群美啊，而家做乜变咗有个劳字嘅，即係群体唔要啦，要劳务，冇群体都要劳务咁样。就全面发展啊，建设呢个社会主义，造就建设者同埋接班人，关键就要做好六方面嘅工作。首要就系啦，培养佢哋嘅爱国情怀。我成日都话啦，如果要爱国情怀嘅话，好简单。第一样嘢就系要灭共啊，原因就系因为咧，我哋爱中国啊嘛，系咪？咁啊，要将呢个邪党啊，咁啊消灭，听灭中共，全党史清光啊！咁唔咩依法灭共咧，佢灭你啊嘛，冇计嘅系咪？即系除非你出窝卵啦吓，咁啊，将呢个玉皇大帝各样嗰啲啊，咁啊七步系咪啊怨红唔知几多啊吓，即系我谂佢要咁做啦，就唔好搞错对象系咪？不过都唔系嘅，咁大胆啊嗰、那个，即系上堂嘅时候啦，靓 king 啊，竟然喺度话不喜爱共产党咁样啊，上中国堂，结果俾人判咗8年啊，哇，都犀利啊！至于呢篇《求是》杂志啦，啊，我引主要嘅嘢啦，话乜嘢？佢唔识字㗎喎，是但啦，古人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乜乜士众啊，你又是但啦，国家之智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智薄啦，即係就要有贤良之士。李克强系咪贤良之士啊，定还是知识分子啊，啲贤良就会喺度知识嘅惹是生非。咁总之佢嘅意思系要贤良之士喎，但係嗰啲贤良之士都俾佢拉晒啦。哦，即係佢系想自博嘅，即系嗰个政治乱晒大龙啊，搞错咗佢目标添，唔好意思。由历史同现实角度睇咁话，一定要有人才、贤良之士，所以啦，绝不能培养出一啲叫做乜嘢啊，长着中国脸。咩中国脸系点噶？韩国嗰啲算唔算啊？日本咧、越南咧，系泰国有少少唔同噶咋嘛？点样为之中国脸啊？总之啊，你系中国脸嘅时候，唔系中国心，唔好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嘅人呢，就係、是、教育失败喎、哦。咁啊大镬啦，啲 ABC 点算啊，即係喺纽约啊，喺三藩市好多㗎喎呢啲，係咪？甚至乎啦，你嗰啲高干啊，即係爱国是口号啊嘛，移美是生活，或者爱国是工作啦，乜、啊、都好啦。阿、啊、春影啊，阿、啊、立坚啊嗰啲係咪？唉，啲仔女各样送晒出去啦，自己啊鸡飞狗走啊，唔方唔中国心，中国味啦。杨润雄个仔啊喺边度读书啊？谭耀宗个仔又喺边度读书啊？人走茶凉，振英啊个仔啊，娶咩国籍人士啊？芬兰妹啊嘛，系嘛？呢啲系咪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啊？呢度咧就形容呢种系历史性错误，所以啦啊，即系教育爱国呢样嘢咧，系大是大非问题，各样都系嗰句啦。咁你要每日都教人点样去灭共啊？好啦，先唔同佢讲咁多忠贞报国。精忠忠贞是但系一样㗎咋。咁跟住佢抛嗰啲书包呢，王沪宁帮佢写㗎啦，所以我唔睇啦。但係就喺呢个关键时刻啊，几得意啊吓，因为你先讲啊中国心啊嘛，系咪？咁即係国土啊各样嗰啲你係会维护㗎啦。民族嘅情怀同埋无 Q 啦啦讲啲咁嘅嘢呢，又有呢个联合国最近㗎咋，又系啦 acknowledge 啊呢个一中政策啊嘛，佢知道咋嘛，冇话认同你㗎。而台湾当其时亦驳斥中国系扭曲咗2758号决议。话说联合国大会
会啦，9月10号会在纽约开会的，这个大概是四日后的事。赖清德指出啦，中国近来啊是将2758号决议呢同一中原则是画上等号的。这种恶意曲解是威胁到台海的和平现状，所以要严正反驳咁话嘅。咁其实就是71年10月25号啦，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取代咗台湾成为呢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咁解嘅啫。但係呢主权在民㗎嘛，我哋成日讲係呀，你都要喺台湾嗰度搞个公投啦，係咪，同埋冇得夹硬嚟㗎嘛。所以成日都系㗎争隻字啊，即係表姐你好嘢啊，郑裕玲啊，大家都系爱国㗎，係咪啊，啲德国嗰啲啊，福建帮各样各个举手係咁样，大家都系爱党㗎，係咪，哇鸦雀无声啊，唔啱讲呢样讲过另一样咁样。爱国同爱党啦，咁啊争一隻字佢又想扭曲，逢左必共啊，好鍾意㗎，扭曲少少揽埋一嚿，啲逻辑唔得清晰咁样㗎。你而家英国都系㗎，英共。不过唔好讲英国嗰搭先，讲返台湾嗰搭。2758号又系啦，人哋俾你安全理事会咁又点呢，唔代表认可一中原则，係咪，就算真认可一中原则啦，我都认可嘅，不过首都喺台北。咁呢度赖清德啊就强烈反驳啦。与此同时啦，啊佢又张你军喎，即系你既然讲到自己嘅民族大义啊，精忠报国啊，岳飞上身啊，系咪？赖清德倡议啦，9月5号啊吓，中国应该向俄罗斯啊收回土地，即系海参崴嗰度一大块咧，嗰度都唔知几多个台湾啦，系咪啊？我哋一齐嚟睇下发生乜嘢事。话说台湾总统赖清德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啦，佢唔似蔡英文，真系张你军噶，呢个不得了啊，系咪啊？等你尴尬啊，即系不干子嗰啲咧，成日喺度自己喺度写，嗱呢个识玩啦，啊，梗系同佢驳个嘴噶啦，啱唔啱啊？点可以俾佢讲晒嘅？话说啦，如果你重视领土完整嘅话咧，梗系收得多好过收得少噶嘛，即系领土完整就多过其他嘢啊嘛，系嘛？就算系场内嘅观众啊，嗱赖清德咁样讲，即系益你班友仔啊，睇清楚现实啦。如果佢中意土地嘅，系咪应该攞翻海参崴嗰头啊？所以佢话北京若果要重视领土完整咧，应该收回清朝喺呢个爱辉条约入边啦，遭到俄罗斯帝国占领嘅土地。咁啊，唔知点解中国突然之间咧鸦雀无声嘅啊？外交部又唔讲几句啊，出嚟讲几句啦嘛，系咪？出嚟啦嘛，啊又唔见咗人啦。咁结果更讽刺嘅就系海参崴嗰度咧有一个会面，就由韩正啊会见呢个普京啊，哇唔对等，你系都应该近平去会见佢啦，系咪啊？又匿埋咗啦，哎呀我病啊，又系嗰啲，唉，所以咪话咯，家下普京唔多掂。Anyway， 话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喺俄罗斯海参崴，唔系中国海参崴啊，出席第九届嘅东方经济论坛，会会晤呢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又唔知会唔会讲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啦吓，嗰个大变嘅其中一个主角走咗啊，呢个近平八百里路不换肩吓，担屎都要偷食嗰只，为期四日嘅会面啊，将会喺远东联邦大学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 嗰度举行，总共有76个国家，超过6000人参加。咁普京与此同时啊，邀请韩正过嚟，就唔知系咪话有一仔讲到咁容乜意，阿近平真系礼噶，咁所以咧，哎唔好啦，挟持个人质先啊，边个啊韩正啊，嗱老老实实擦掂佢啊，呢嚿就我嘅，你冇得攞翻噶啦，系咪？咁同埋啦，啊佢 show 俾韩正睇啊，嗱我哋其实咧攞咗你啲地方咧，即系何等嘅素食者啊，素食者即系咩？侮辱！哇，大佬佢 show 俾韩正睇，嗱你睇下，我哋搞得好地地噶，呢度啲经济建树啦，普京就希望啊海参崴可以成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嘅引力中心添啊，吸引各地嘅游客啊，包括啦对俄罗斯友善嘅中国游客，即系有啲唔友善嘅。同埋佢又 show 俾韩正睇，同佢讲啊，请抽出半小时嘅时间啊，睇下我哋喺度建设咗啲乜，咁啊更加知道我哋俄罗斯嘅文化啦，即系点啊，赖地硬噶咯，唔走噶咯，呢度全部都俄罗斯人啊，梗系俄罗斯嘅地方啦，咁样嗰啲。咁原因就系因为当其时啊，哇，清剿晒全部嗰啲中国人啊喺嗰度，同佢今时今日喺乌东四周做嘅嘢可以话系一模一样。同时，诶，边会啊，嗰啲藉口嚟嘅啫。韩正亦都会面上边啊，就唔再用
海参崴呢个名啦，而用俄罗斯入边嘅你识读又识读啦，弗拉迪沃斯托克，我谂咧应该系要用普通话读噶系嘛？弗拉迪沃斯托克，问咗 Google Translate， 弗拉迪沃斯托克，弗拉迪沃斯托克。问题就系、是、你竟然跟呢、这个真系变咗黄俄孝子啦，而且意思亦都好讽刺啊，系征服东方咁解啊，你俾人征服咗或者征熟咗，咁普京又好开心咁样啦，就表示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嘅水平啊，每次讲一讲即系不断咁向上噶咯，系嘛？佢话俄中贸易关系咧持续发展紧，两国政府对经贸关系重视咧发挥紧呢个成效，咁其实呢？呢度都要赞一赞主席嘅，系咪啊？以往嚟讲，一向俄佬啊，讲一你唔敢讲二噶嘛，你只不过做跟班。哇，今时今日几厉害啊！变咗普京系佢条僆，奈何即系无论人哋点样低声下气都好啦，即系海参崴呢啲地方江泽民时期啦啊，退让咗俾俄佬嘅，你系咪应该要攞翻啊？如果你要土地喺攞台湾之前啊，麻烦你睇睇佢先啦，系咪？搞咁多嘢，嗱呢度赖清德讲你啊，我哋成日话快人快语啊嘛，结果咧佢哋都好间接，即系近平喺度讲话咩中国念中国心，其实就冲住台湾而嚟嘅。但系赖清德呢度啦，化敌于无形啊，佢又唔直接回应你吓，话啲乜嘢已经准备好啊，诸如此类，而系同你讲啦，如果领土重要嘅话，话咩民族大义重要嘅，咁你系咪应该攞翻海参崴啊？出师无名啊，赖清德呢招厉害啊！咁啊，即系你要台湾系有其他嘅目的啦，而唔系领土嘅完整啦。咁你啊，重实招来啦，就系、是、咁样样。好，今日讲到呢度。